早上好，新西兰的小伙伴们，我是豆蓉。受疫情的困扰，咱们很多朋友过年无法回家，也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有趣的过年计划，不妨一起来聊一聊。哎呦 ，Hello， 你好。哎呦呦，我吗？哎呦，是您是你。喂，妈，这么早？妈，这不是想你了吗？你说每次打电话，你怎么都这么匆匆忙忙的呀？你说这眼瞅着又过年了。你一个人在国外的，哎，是不是也该想点事大事儿了？你看今年这疫情，你又回不来，我跟你爸多担心呀！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？高飞，中国人 ？Yes，Yes， 哎，太好了！哎，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康维他的东西到了。谁东西？年货，我的年货。康维，这是男娃名啊。老田，你女儿有情况。晚点来家吃饭啊，咱甜甜有好事宣布。姜。你听说没，老田家的闺女啊订婚了，人对象小康，国外有房有车。哎呦，那小伙长真叫那一个。哎，这年没到，喜事先到了啊。你是说老田闺女结婚的事儿？可不，今晚带年货去吗？It's all right. Just come back tomorrow. Okay. Definitely tomorrow. Bye. Hi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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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.姓什么？田然。Your wallet. I found your address on your license. Thank you. 你好，我是康伟。太帅了！好帅呀！哎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安妮，祝愿家乡的亲人朋友们新年快乐，2021渊源一切美好如期而至。大家好，我是 Star， 我来自阳城广州。大家好，我是周颖，来自西安。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中国女士 Sophie。 大家好，我是吴俊南。大家好，我是 Stephanie。 大家好，我是 Selina。 中国的爸爸妈妈，我向你们问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我来了奥克来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祝德国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公司发达，身体健康，一切如愿，跟怀念。祝贺大家合家安康，万事胜意，猪龙入水，财源广进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 my name is David and leading the Comvita groupFrom New Zealand.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for Chinese New Year and wish you well for the year ahead. Xin Chun Kuai Le, Ping An Guang Kang,